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桑杰的未来福晋。是的。 你们两个人很般配，男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。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？因为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我非常了解他。可人是会变的。没错，我承认人会变，但是本性很难改变。他很爱你，对吗？ 我们应该用最高的礼仪来感谢我们这位救命恩人了。那你们聊吧。哎，别走啊！我想塔拉兄弟来找我，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我找你的确是有事。我听说你要配合田中。 把成陵迁到归绥去。你认为我有这么大的能耐吗？我只是一名刚刚继位的扎萨克，成陵东迁这么大的事情，得是盟属的众王爷和盟长才能决定的。你是七个王爷当中的一份子，你手中也掌握了决控权。东迁是众人的决定，我孤掌难鸣。再说了，我总不能看着国民政府把圣陵迁到重庆去吧？ 国民政府和八路军进驻草原，是为了保护草原，不受日本鬼子的侵犯。除非小鬼子要劫持成陵，否则他们不会随意的把成陵迁往任何地方。塔拉，我看你现在已经彻底被共产党的言论赤化了。你别忘了，你是个粗人，你的脑子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。我是个粗人。 我还曾经是你们王府的奴隶，但我起码懂得做人的尊严和维护祖先的尊严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曾经也是一个有良心、懂得维护尊严的人。人骨子里的那些美好的东西，千万不能轻易的丢失。如果丢了，就不能成为是一个人。你好好想想吧。 东西，一个狗奴才也敢在这教训我！在我看来，他说的话没有错。你是该好好想想。奴隶吧！你还在替他说话？你要是喜欢他，你跟他一起走。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的无聊，你让我瞧不起你。 情况我都跟你说了，目前看来，成林的八百使不得不东迁了。在八百使迁到归绥之前，你们大户特人一定要严密保护成林，没我的首令，谁也不能靠近八百使。知道了，孟长大人。我看，最近这段时间所有的祭祀活动暂且取消吧，以防。 各种歹人混进来搞破坏，大人，我们大尔扈特人祖祖辈辈都是圣灵的守护者，七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丝差错。大人放心，我们的左部和右部定会严加防范，保护好圣灵的。鄂王爷，有一支队伍向成陵开过来了，什么人的队伍？八路军。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再去探。 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。是。撤。撤。前面就是离成陵不远的糊涂亥壕，那里有一些闲置不用的土房子，我们可以在那里安营扎寨。好，我们就去那儿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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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王爷，八路军的骑兵行至糊涂亥濠，停下不走了。看样子他们是在那里安营扎寨了。那里和这儿只有一步之遥，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，想干什么？是啊，八路军来这儿干什么呢？他们可是从来没到这里来过呀。嗯，你赶紧派人到苏王府。 告诉桑杰太监，让他派保安团过来。是。哦，等一等。大人，我看还是先弄清楚八路军来干什么，再做决定吧。等弄清楚他们是来干什么的，再调兵来，只怕是太晚了。桑杰太监，这是鄂王让我给你送过来的急件，他还让我转告你，蒙汉支队的骑兵。 已经到离成陵不远的糊涂亥濠了，还要你立刻带领保安团即刻赶赴成陵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索罗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不是耗啥钱吗？我们在前无赌，你看我赢了多少？哇呀，赢了这么多钱啊！对呀，我不在这站岗的吗？哎，你去，你去。 我在这儿给你看着啊！天哪，真的！好，那我去了啊！哎，多赢点啊！快下来！我是推不起来救你的。你是来救我的？对，我是来救你逃命的。你真是。 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我会报答你的。报答的话以后再说，现在赶紧跟我逃命，走。你们胆儿真够大的，就不怕被大少爷发现吗？还有你，你这可是杀头之罪。哥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如果还有来世。 我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的，哥哥。你是个好人，你不能眼睁睁看他被憋死啊！哥哥，得了，你们快走吧，好像有人来了。哎，等等，拿着，路上用。走。这辆车是你的娘让他拦的，你暂时就躲在那里。 我早就拿不起，会照顾你的。秃头，拜托你了。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啊，刚才从屋檐上窜下一只野猫，吓死我了。哦，对了，是大少爷让我过来找你的。大少爷马上要集合队伍去成陵，怕你一个人孤单，想让你一同前往。知道了，兄弟。 拜托了，弟兄们，盟长大人要我们把队伍拉到成陵附近，去执行一项任务。大人，成陵那边出现什么情况？听说。 前面发现了一支八路军的队伍，用你们最大的声音告诉我，能不能？能。出发！王大海，队长，来，先走。哎，好。哟，马团长。 田队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的队友都来了，都来了。啊，不过，按这里的规矩，部队在成陵附近部署警戒，我们还得去拜访一下达尔扈特人的长官达尔格，对，跟他讲明情况，获得准许。如果不这样，会被视为对圣主不敬啊。我明白，我早就把礼品准备好了。于大宝，到。好了，跟我一块走，把东西带上。走，是。 哟，没想到鄂王爷在这里。鄂王，你好。啊，是马团长和田队长。鄂王好，田队长好。
大人好，你好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八路军游击队的田队长，这位是达尔扈特人的长官达尔克。你好，达拉嘎大人，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。太好了，哦，里边请，请。尊敬的达尔嘎大人，我们是八路军的队伍，我们的队伍里有许多战士都是蒙古族同胞，他们对圣祖成吉思汗都十分敬仰，对你们达尔扈特人常年看守着成陵也十分的钦佩啊。谢谢。不知田队长、马团长，今日你们到成陵来有何贵干呢？哦，我们把部队拉到附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在成陵外围驻防，保护成陵。大人啊，您可能听说了，这小日本鬼子也在打成陵的主意啊，想把成陵迁到归绥去。我们是绝不允许他们把成陵迁到归绥。怎么，是日本人要把成陵东移归绥？是的。希望我们的这次行动能得到您的理解。保卫成陵，这是义举，我们能理解。如果二位大人没有意见的话，保卫成陵的任务就由我们八路军来承担吧。不行，保护成陵是我们保安团的事儿，不需要外人来插手。鄂王，我是奉鄂尔多斯盟署的命令来保护成陵的。鄂王爷，既然有我们的存在，王府的保安团我看就不用插手了吧。我们王府联合保安团就是负责鄂尔多斯当地治安的，保护成陵是我们分内的事情。我倒是想奉劝各位，手别伸得太长了。田队长，如果你们是来成陵驻防保卫成陵，我是不会反对的，不过你们应该有国民政府的书面授权才行啊。授权书的事我出面去办，到时候我会交给你鄂王爷。既然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看你们的队伍撤到成陵十里以外去吧。十里以内由达尔扈特人负责，除了达尔扈特人谁也不能带枪接近圣地。是，盟长大人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我们尊重盟长的意见，就先在十里之外驻防。我们保安团在外围也要驻防。喂，这不是王府不可一世的涛德吗？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那不起，是你小叔子图图让我把他送到这里来的。既然他还活着，就让他留下来吧。阿爸，女儿，你不在苏王府待着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阿爸，你忘了我随你来苏王府是因为你答应过我，让我当盟署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员。我还没有糊涂到这个程度。我和盟署的有关人员商讨过这个问题，但很多人都认为你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事情你不合适。阿爸，作为父王你不该失信于我。或许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但是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作为蒙古人是要信守承诺的。因为我听了你这句话，所以才和桑杰台吉相处到今天。当然事在人为，可我真不知道你为何非要当那个联络员。阿爸，说白了我喜欢那支部队，他们襟怀坦白，颂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，他们是一支仁义之士。我早就说过，富贵由天，那是命中注定，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。难道你愿意抛开这些高贵的饰品，去穿那些粗布烂衣，风筝挥舞着鞭子跟着牛马，
做一个下等人。我愿意，快乐是由衷的，跟财富无关。不要在你阿爸面前炫耀你的政治观。你说吧，你到底来干什么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第一，我要担任那个联络员；其次，我所表白的，通过您和我的谈话，或许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你说的其次是什么意思？关于陈林东迁的事情啊，阿爸，你可要拿定主意了，千万不能听桑杰的。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怎么和我无关？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所有蒙古人，我和所有蒙古人一样，对我们的圣主成吉思汗崇拜、敬仰、热爱。你怎么能说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呢？刚才你们在达尔嘎毡包里所说的话，我也都听到了。我只想跟阿爸说出我的心里话，陈林是神圣的，绝对不能把他东迁到日本人的地盘上去。阿爸，你就听我一句话吧，我觉得桑杰他是在利用你，他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鄂王爷，格格，我只是在跟我阿爸聊点家事，你不必用这种眼神看着我。这么说，我来的不是时候了。但我们现在已经聊完了。何王爷，您生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儿。这个老东西也有今天的，真是报应。这些草药管用吗？管用，只要他睡上一晚上，明天肯定能醒的。您一直说他在王府得到重用，怎么落成今天这个样子了？明天等他醒了，一切都弄明白了。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羊也可怜，狼也可怜呐。瞧他嘴干的都裂口子了，喂他点水吧。不用，给他灌上一勺咱们的酸奶汤子。哎，能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真实目的吗？我需要告诉你吗？我警告你别太过分了，我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事事都让着你，一遇到矛盾我就回避，但是请你别挑战别人的极限，我好赖是个王爷。是临时的，我会让它变成永久的。那我也不稀罕。好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只能说咱俩没有缘分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在刀剑上行走。你父亲作为盟长，他是有智慧的，我希望他是你我共同崇拜和敬仰的对象。我说过，处理政务需要的是智慧，而不是感情用事。你说的对，政务需要靠智慧，所以我现在正在动用我的智慧。鄂王表面上是一碗水端平，可实际上他是要借保安团来遏制咱们，让我们处在一种尴尬的僵局中，他好暗中办他的事情。我就不相信了，他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偷偷把程琳给运走。眼下我们与保安团的实力相差不多，保安团不敢轻举妄动，我们也不占什么优势啊。现在的希望就是吕大宝能从马德海手上拿到国民政府的授权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成陵的保卫工作。对了，塔拉，只要诺里玛格格肯帮我们，他会说服他的父亲，
把警戒权交给我们的，他能不能帮咱们做他阿爸的工作，这我说不准。但是有一点，自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，我就觉得她身上有正义感。虽然在咱们面前她没有表现出来，我相信我的直觉。现在就看吕大宝的吧。 马主任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们国共联手粉碎日本人的阴谋，可联手总不能是一句空话呀。对对，哎，我这次来就是向请主任马上向国民中央政府给我们申请授权书。我们已经替你们申请了。那太好了，授权书呢？哎呀，不过这个国民政府一度重庆，又忙于抗日。 这申请书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办下来的，那得需要多长时间？哎呀，这也不好说，十天半个月吧。什么？十天半个月，时间太长了。他们早就把成吉思汗东迁的规矩了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要点授权书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兄弟，别着急上火，来来来来，坐吧。看在我们是老乡的份上，我一定催促他们赶紧办下来。 好不好？马主任，这可是一件火上房的事儿啊！希望能尽快解决。如果授权书拿不到，达尔扈特人是不会让我们接管成命外围的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，兄弟，你呢？回去告诉你们田队长，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上峰的命令，要求我们要积极的配合你们，对于你们的行动，要鼎力相助。至于授权书嘛。 我尽快催促他们让团座。向中央政府申请授权书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啊，为什么不马上给他们办呢？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两虎相争，必有一残。我让八路还有桑杰、鄂王爷他们让他们斗一斗，要消耗桑杰的实力。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。 精疲力尽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好把握局面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这些人都聚集在成陵，我断定，他们一定会打起来。孟章大人，有风声说是东贝勒。 要把八白氏东迁到归绥，这可是真的。是啊，因为日本人有可能要入侵我们鄂尔多斯。可是，圣主有祖训呢、啊，这个他的灵柩不能渡黄河，不过长城啊。大二哥，那遗训只是人们世代口口相传，并没有写在纸上，立成规矩。是，既然这样。 紧急时刻，八白氏可以东迁。不，孟章大人，如果为了保护八白氏，我们愿意随人迁徙，但绝不会去日本人控制的地方。我们宁愿往西，去陕甘宁那边，而不是往东。达尔扈特人都是你这种想法？是，都是我这种想法。孟章大人，圣灵绝不能落到倭寇的手里。 目前成林东迁只是个粗略的设想。至于是否实行，本王还没有想好。哦，昨天夜里，八路军骑兵队的田队长和塔拉跟我谈了很久，我觉得他们是真心为保护成林而来的。我看，把警戒成林外围的任务交给他们比较合适，您看呢？虽然现在国共合作了。 但是共产党毕竟与我们这些王公贵族不是一条心，对于他们不得不有所防范呢。孟章大人，这件事情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，千万不能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啊！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，那将是上对不起祖宗，下对不起后世儿孙呐。绝不能让八路军的这支部队留在这里，一定要想办法赶他们走。
是得想办法把他们赶走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自从八路军来了以后，鄂王一直犹豫不决，他是怕以后承担责任，所以迟迟不肯下令迁陵。必要的时候，可以挟持鄂王。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，叫做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只要鄂王在我们手里，就由不得他不答应。我今天又向鄂王询问了迁陵之事，他还是在闪烁其词。我看他现在是摇摆不定。桑吉娟，这件事情不能再拖延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只要把八路军赶走，就可以把八百使迁走。你有把握吗？你的那个好朋友塔拉，他现在就在八路军的游击队中。这个人可是非常的不好对付。我有办法对付他。哦，什么办法？我在他那儿安排了我的人，必要的时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我们的巡逻队已经全部出动了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有效地控制成陵的外围地带。要通知大家，保持高度警惕。保安团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，要防止他们捣乱。在圣主陵前，他们敢胡来，我们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用枪。我可以用这个。这个也不行，它也是武器。那你说，我用什么？你的拳头是打兔子的。对呀，有日子没用它了。好，塔拉，拿到授权书了吗？这个马德海倒是答应给要了，可是他说，最快也要十天半月的。十天半个月。酸奶汤子都发臭了，就是。我觉得这小子是在故意刁难我们。不用管他了，我们就在外围警戒，只要是我们在，他们就不敢把成陵迁走。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少爷。又出什么事了？陶德跑了。混蛋，你怎么能把他放跑了呢？可能去成陵的时候他趁机跑的。什么人会把他放走？我们这儿一定有内贼。此事先不能声张，立刻查出这个内贼是谁。是。等等，另外，立刻派人设法去找到陶德，找到以后，杀了他。是。满大额济，他醒了。这老东西命还挺硬，还醒过来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在奶牛场吗？没有，我们俩，你早下地狱了。你昏睡了一晚上，不记得什么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图图把我从地窖里救了出来，把我送上牛车。他们把你关进了地窖。是的，我差一点死在那里。也有人敢整你？是大少爷，桑杰太基。他为什么要对你这样？有人诬陷我，说我偷了盟长的机密文件，那不是我干的。可是大少爷抓住这个机会，
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呀、啊！他想让你死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大少爷知道他不是王爷的儿子，他想知道谁是苏王的真正儿子，他想知道这个秘密。那你告诉他了？我告诉他了，所以他要置我于死地呀、啊！天哪，他不能这样。他再这样，就会成为恶魔的。桑杰变了，他真的变了，他已经是恶魔了。大少爷，八路军的巡逻队出发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也出巡逻队。我们要是跟他们遭遇上了，那该怎么办？那就照常把他们赶走啊。那要是打起来，我们可以开枪吗？这是圣地，怎么能开枪呢？谁先开枪谁不占理。那样的话，当然活人会把我们赶走的。那我们该怎么打呀？你怎么这么笨呢？石头、皮鞭、棍子都可以用啊。好，大少爷，那我就领上弟兄们先去了。去吧，去，去。那苏王知道吗？三文锦告诉苏王了，但是苏王不相信。桑杰对塔拉肯定会杀人灭口的。你说什么？桑杰会害塔拉？桑杰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地位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。这样吧，等你的伤好了，咱们俩一起去榆林去见苏王爷。怎么，你跟我一起见苏王？对，去见苏王。王爷是该知道真相的时候了，只有我亲口告诉他，他才会相信。如果苏王答应桑杰少爷离开王府，回到我的身边，回到草原，他会变成一个好孩子的。曼达，桑杰只会杀人，他怎么会变好呢？他们的保安，我看见了，给我上去。是八路的巡逻队。好，弟兄们，给我上。给我让路！让路！这话是他说的吗？啊，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咱们的旧账还没算清楚呢。当年你帮助屠桂龙，在老子眼皮子底下藏了根钉子。今天嘛，咱找机会好好算算这笔账。要跟你清算这笔账的是我们，你为虎作伥，欺压百姓，你不得好死！好啊，文的武的，我今天要奉陪到底，今天这路我走定了。你们俩让开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该让路的是你。别以为你们姓贡了，老子就不认识你们。你们不就是黑马队的一帮土匪吗？哼，屎壳郎过沙漠，真把自己当成骆驼了啊？别动，我们先别动手。图图，来两句，让你们这些老伙计们乐一乐。
图图，你怎么投奔保安团了？诸位兄弟，人各有志，你们投靠八路军，我参加保安团。今天各位旗主，多有得罪。哼，你这个叛徒！哎，官部老哥，你别骂人呀！再说了，你骂人也骂不过我呀！啊，图图，你别和他们瞎扯了，你快点来两句，让老子也高兴高兴。什么八路？远看一身灰皮，近看灰皮一身，还以为是一群灰鼠。灰鼠走近一料，嘿嘿，原来是灰坑坑里挖出个面人，不知道哪儿来的一群灰人。灰人，灰人，都别动。快下马！快来呀，压住他！快来救我！救我！图图，这不是真的吧？你不会背叛兄弟吧？你说呀！你真打呀？打我！打我呀！这就对了，不过你小子打的也太重了，哎呦！打吧，狠狠打吧，要是动起枪来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团座，我们不能只图有意思，去让日本人钻了空子吧？那不会，我已经派我们的特工紧紧盯住田中手下的那几个特务。他们只不过是泥鳅，掀不起什么大浪来。这帮保安狗子太猖狂了，把头抬起来，跟我走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去教训教训他们。别胡来，不能扩大事端，这种小摩擦是避免不了的，也在我们预料之中。我们要学会克制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们的兄弟们被打成这样，就算完了。跟他们比起来，我们不算什么。他们比我们惨多了。这么说，你们把他们也打了？那当然了，论打架，那些王彦兵哪是我们的对手？对了，我这一拳就把图图那小子的鼻梁给打断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把图图给打了？是啊。那小子参加了保安团。瞧你们一个个这熊样，怎么会被他们打成这样？说，大少爷，那些人都是黑马队的，他们出手啊是又毒又狠的，这次我们弟兄们真的吃大亏了，你一定要给我们出这口气呀！是啊，大少爷。你看，他们最恨的人就是我，哪儿都不打，专打我鼻梁。哎呦，鼻梁都打断了。哎呀，他们这是太岁头上动土，找死！给我集合队伍。什么？等等。一定得忍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就不信我们这么精良的装备打不过一伙土八路。桑杰君，这个时候谁先开枪，谁就无法在成陵附近驻扎。一定得忍耐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跟什么人打仗，而是要完成我们的任务。
好，那我们就让达尔扈特人把他们赶走。都散了。嗯。图图，你很勇敢，我知道你曾经与我们为敌，而且还当过毒鬼龙，但是你今天的行为让我对你另眼相看。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吗？留在大少爷您身边？对，我现在身边正好缺一个贴身侍卫。啊，不，小人不才，贴身侍卫如此重任，小人恐怕胜任不起，您还是找别人去吧。你给我站住，这么好的差事你难道要拒绝吗？啊，小人不敢，只是……行了行了，别再多说了，只要你好好干，是不会出什么纰漏的。谢大少爷，大少爷如此信任，小人一定尽心尽力保护大少爷的生命安全。